那有两年可包了呀。哎，那刚才的两包全吃不进了，好奇怪呀，那都没有了吗？奇怪，跑哪去了？哎，这边好像是豪华十七弹吧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哎，这个是刚才的两包全掉出来了吗？我就说怎么会不见了呢，原来是掉出来了，也放起来都在那边了已经。这边好像其他也没什么东西了嘛，我们看一下这边捡了哪些东西。我们看一下，一个玩偶，还有一个闪光板，这边还有一个2022新年礼盒里面的卡片，一张 SP， 还有一个小卡册，三包奇迹，两个传奇，还有一个星辰版，哇，这不错啊。那这些我们都拿回去，这些我们整理一下，给它放回原位，这么乱也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边收拾干净了，那我们拿这些卡包回家拆卡吃吧，走了。评论区能打出这个字的都是天才哦。好了，小伙伴，现在已经到家了，大家想不想看我拆星辰版跟闪光版？想看的话给我点赞关注哦，记得一定要给我点小心心哦。来，我们拆卡了，好卡有没有？来 SR， 来的继续，来又是 SR， 不刮，来 SR。好了，签名卡了，签名 SR， 还有一包签名卡，来吧签名卡，哇，一张 USR 贝斯奥特曼，哇，这些挺酷的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好了，来，现在我们拆星辰版了，来，星辰，哇，是透明卡，我们看一下，永恒闪耀特里加、托雷基亚、银河奥特曼、令扎奥特曼、奥特人造机甲、真的奥特曼，好，这一包了。这一包里面有 ORU， 来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卡。哇， OR 是黑暗特里加，哇塞，这牛逼了呀兄弟们，黑暗特里加全身漆黑，你们看这个灯光好亮啊。好，现在这个了，炫彩板，拆这个炫彩板就比较麻烦了，还要把盒子给剪开，来把里面的卡给拿出来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奈克赛斯奥特曼幼年形态，不错。好，现在卡包了，来，哇塞，这一包好卡都没有。来第二包，哇，一张 USR 西卡利奥特曼，哇，今天抽了两张签名卡了呀，不错，可以啊。来，再来下一包，有啊，利普特奥特曼，好，最后一包了，看看最后一包是什么，来，最后一包是个寂寞呀兄弟们，没有，哈哈，今天运气还不错吧，开出了两张签名卡，一张 OR， 厉不厉害？好了，我是小孩张智慧，喜欢我的话别忘了给我点赞关注哦。Bye.